喜欢问问题，可是大朋友都不喜欢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你通常问些什么？比如见到胖胖的阿姨就问你为什么能这么胖。这可不行啊。可是我的内心就是有很多问号。哎，不怪你，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我会问大哥哥，你一个月赚多少？这不可以问。为什么大人有这么多不可以，又要我们回答不可？比如说呢？大朋友常问小朋友，你为什么不会长高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也对。大朋友常问为什么你成绩考不好？连我也不会回答了。就是啊，小朋友心里就真的有很多问号。比如为什么不可以出去玩？因为外面有很多病毒。CMCO 不是 Children Must Come Out 吗？才不是呢。哎呀，不是遵守 SOP 就可以了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留在家可以做什么啊？做家务啊。做家务可以赚钱吗？赚你的头。其实我心里还是有很多问号。